情到永远。开心歌迷会，经典歌曲我全会，你们会不会？哇哦，不能光喊呐、啊！到底现场有几个能唱歌、会唱歌的人？来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在哪里？我就真不信你们唱歌有我好听，行吗？一会儿我拉几个上来，跟我比比唱歌好不好？好吗？欢迎各位来到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开心歌迷会，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大家好。今天的开心歌迷会呢，跟往常有点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组家庭，而且这两组家庭呢，也只是派出了家里的代表们。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组家庭，任静、傅笛生夫妇，欢迎你们。欢迎任静、傅笛生。我今天有个小小的要求，我可以把你们俩暂时分开一下吗？我可以站在你们中间吗？因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有现场单身的朋友跟我一样看不下去的，请举一下手，鼓一下掌，好不好？说实话，刚才这首歌是我最不喜欢的一首歌，我最不愿意听到这首歌。说一说，知道他对我们所有电视机前以及现场的单身的男青年来说是多么的刺痛心扉吗？没有没有啊，那你给我们送一点祝福吧。这首歌呢，我想虽然有一种家庭的感觉，但是它确实是包含了一种祝福在里。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知心爱人？支支招。那么我觉得你是说现实当中那当然了，男生要怎么找到一个爱人？是，那就是勇敢嘛，勇敢，敢于表白嘛，喜欢的人就要表白。那当然了，至于歌里面唱的主要还是一种感情的抒发。但是呢，你没发现吗？我唱这歌其实很卖力的，就是因为男人嘛，就得有一种冲劲儿，哎，有一种情绪在里头，这样呢，女孩才会喜欢，是吧？大家同意吗？我还发现一点，你们家。这你们家里好像是你说话的数量比较多，你说话的是吧？对，平常都是他的话比较多，是吧？对，你呢？你在家里主要负责什么呢？我负责笑。真的？
他老是逗你笑，对，是是他最佳捧哏，你讲个什么笑话、啊、可不可笑他都能笑。好的，再次热烈掌声欢迎任静和傅笛生夫妇来到我们的开心歌迷会。今天除了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之外呢，还会跟大家一起互动，做很多的好游戏，大家可以更充分的了解他们的感情经历，好，给我们年轻人也有一些做一些榜样，好不好？好的。好，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们的可以说是对手吧、另一对家庭，他们就是潘长江和潘阳父女，掌声欢迎。来，哇哦，掌声不激烈就不下去。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呀，爱死你们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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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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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跟群众打成一片，你知道吗？你好你好你好，哎，爸，我有一种感觉，说我们今天赢在了起跑线上。哎，对，怎么着啊？我就感觉好像跟大家打成一片，就我们可能赢了。看这俩算计的多深呐、出场方式就已经赢取了很多的观众、还有小尼哥啊，你知道吗？你就私下看比电视上更帅。真的吗？哎呦，我觉得潘阳真好看，比你爸好看太多了。哎，你们，我其实啊一直知道潘长江老师有个女儿，但是我是想呢，就是一般女孩都会随父亲，我想这姑娘呢应该也不会好看到哪儿去，但是见到潘阳本人之后，大家觉得好看吗？谢谢。哎，小妮，你啥意思你呢？这不是你这变相，你属于埋汰我呀。我是夸嫂子长得好看。不是，你嫂子长得好看，如果没有你嫂子她老公配合，能有这么漂亮小孩吗？那倒也是啊，你对不对？的确是，对不对啊？你看你看，我觉得先天上呢，潘长江老师没有太多的帮助潘阳，但是后天的确是潘阳现在成长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了，而且长得这么漂亮，很多的男孩子都特别爱慕他，也是你一宿培养成的，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吧。那今天看到你们的这两位对手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觉得今天能否战胜他们？这个有点难，因为为啥呢？你说因为我跟那个笛生还有任静啊，我们是邻居，邻居啊，我们住在一个院里，好朋友。对，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而且在演艺界里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那个你说我们俩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里头要如果竞争的话，我觉得从情理上讲，真的拿回来这个链，真的是不好意思。看出来，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今天咱们是要是比拼的话，还是得拼。搏一下，对，你要讲才艺，我觉得你俩干脆直接认输得了。哎，这什么意思？咱们这次开心歌迷会的才艺主要是唱歌，人家是专业的歌手，唱歌呀，唱歌不是翻跟头啊，我以为是翻跟头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潘长江老师给我们翻过去，翻过去，掌声在哪里？真翻呀！哇塞，爸，您别开玩笑了。这个导演给潘老师投保了吗？喂，真的呀？冷静，哥哥哥，就这点本事啊！完了，小小的展示一下。哟，不过我高难度的空翻在后头呢。潘老师，我觉得您今天气焰有点嚣张。开心歌迷会，咱比的是唱歌，人家是专业的歌手。对啊，我们还没说话呢。所以啊，作为一个公正的考官，我今天决定让你们先放松一下，咱先不比唱歌，先不比唱歌，先答题，先玩游戏，好不好？好，好不好？玩游戏是我的特长。是啊，对。但是有些游戏不一定你能玩哦。啥？打篮球？傅笛生强。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踢足球我厉害。我曾经上足球场踢了40分钟，脚从来就没碰过球，是吧？都不传给我。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是一个第一个游戏环节。这个游戏环节呢，考验的是大家对于歌曲的熟悉程度。在今天的比拼开始之前，两队的选手都已经放了狠话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真本事。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的四位选手将会听到几首不同的歌曲的前奏，或者是断断续续的音乐声，你们要迅速的判断这是一首什么歌，然后冲过白线冲到麦克风前，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音乐就停了，你要靠自己的能力把这首歌唱完，明白了吗？四位选手明
给你们当裁判的感觉真好。好，接下来我们的音频老师、音乐老师，准备开始第一首。好，好，好，停！我怎么定住了？这个太容易了吧？您唱，您倒是唱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和我和人精一样。什么词儿这是？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村里有个姑娘叫盘羊，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细又没辫子啊。好，正确，来，马不停蹄，来听第二首歌。抢啊！来呀！您自己放弃了，你就少说两句。村里有个姑娘。这种选手能忍吗？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你看这个长江上来以后，他就吹牛，他说跟我比赛，他我们没法跟他比。这歌前奏一起来就知道了，这首歌就是那个这些年。一个人风里见雨也走。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来一起唱啊。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尝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好，谭老师，您怎么回事啊？您沉默半天了。那个，我把力量都集中在后边那两首呢。您说的啊，咱们看着啊，走着瞧啊。来听第三首。这个、您倒是唱啊，您唱啊，这个我不会，怎么办？怎么办？罚一个，翻跟头，翻跟头不罚了。我们算总账好不好？咱这边扣一分，算总账。好，来，我们听第四首。您别，您不许再刚才那样了啊！这个我也不会，扣几分了？算着啊。请导演啊，放点电视剧插曲。潘长江这两年光玩电视剧了，他那个，哎，你那个给他范围缩窄一点。是想说也没说了，没得说了，就是这个。前四首完了，后面四首难度增大，好吧，来听第五首。好像是我可以抱你吗？你唱，你唱。那词儿我不会，你告诉我词儿第一句。我都会、啊、我怕我说这个词儿你不答应。我可以抱你吗？可以。哎，那什么词儿来着？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这个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好，算不算？光说出个歌名，我提醒的。谁让我跟他关系这么好呢？算吧啊，好，来加一分了啊。听第六首。
哎，我可以抢吗？可以，你都到这儿了。怎么没有对手？没有人上来呢？他们不会啊，他们认输了。是吗？他们不会。那我就不用唱了，就我得了呗，这个。那你唱啊，倒是。爱我的人的，对，给你来点音乐。妹妹，妹妹，还要我来提醒你吗？啊，对，我知道了。爱我的人，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心底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痛了心碎，但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拒绝痴心的包围？哇，配合不错。如果这个你们也说算过的话，我真的没话说了。我只是词儿不会，但是我调真会。人尽付笛声的歌迷，你们说过不过？这日子没法过了。你先挑拨离间吗？行，咱加分。你们俩怎么回事啊？一放年轻人的歌，你们就不行了。啊，你们俩这个像那种年轻人的歌吧，对他对笛声这个七十多岁老人来说，这不可能听了。来听下一首歌。别提醒。我还有多少泪？让天堂知道我不认输。好，来听原唱，我们一起唱。来，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伴我一生，让我拥有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花开花落。没事吧？不就是没抢到吗？起高了是吧？那让潘老师起低点，看他还拐不拐，好不好？听一下副歌部分。感恩的心。好，我们把这一分加给人尽付笛声这个组合，来，掌声送给他们。好，我们是不是还有最后一首歌？来，我们听最后一首，仔细听，不要以为是我们的 CD。事不过三啊，您不能再这样了啊，有规则的。徐沛东唱的，来，对吧？徐沛东唱的。您唱。徐沛东的弟弟王力宏唱的。哪门子的弟弟啊？这是他外甥。这歌说实话我真会，但是现在我一紧张，有一站，你现在看我敲着脚呢，你看我这敲脚呢。三。我先占位置，派杨唱的。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春龙。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听一下正确答案，我们一起来听。正确答案是，肯定是东方有一条。全都是龙的传人，掌声鼓励。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的数学不太好，希望台下已经有人在统计了。这一轮的八首歌结束之后，哪方获胜？来告诉我，导演告诉我了，比分是2-1。掌声送给人尽付笛声。啊，是吗？是吗？
就有犯规的，而且他还扣两分呢，刚才对不对？好，这一轮的获胜者是任静付笛声夫妇，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心意要送给你们。哎呀，美丽的鲜花呀，可以允许我把这只花亲手送给姐姐吗？可以。哇，这只花太配你了，来，掌声送给任静付笛声。当然对于这一环节失利的这一方有一个小小的惩罚，但不知道潘长江老师这把岁数了能不能承受得起，其实挺年轻的，没问题吧？原地旋转多少圈啊？50圈？少了350，还有加的吗？再加，往上加，700、800，成交。咱们这个不多，转5圈。5圈太简单了。50圈？我觉得折半吧，25圈吧。别，10圈吧，好不好？旋转完10圈之后，晕晕乎乎的到对面找自己的亲人，找对了算您过，找错了，您就跟人家过吧，行吗？多少圈？刚说好了10圈。我觉得太简单了，观众朋友说多少圈？啊，250。不，你们说多少圈？多少圈比较公平？20圈。20圈比较公平是吧？好 ，OK， 20圈。来吧，啊，来，预备，起，2、3、4、5、6、7、8、9、10。11、12，差不多吧。10、15、16、17、18、19、20。安老师不带这样的，您故意的，我看出来了。来，再给您一次机会，来吧，预备，起。我们在这儿呢。爹，您终于认我这女婿了。这个惩罚简直太难了，是吧？别，等会儿，我现在眼睛冒金星。真的迷糊。掌声送给潘长江老师。相当的不容易。好了，我们的第一轮结束了，大家玩的都特别开心。但是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哈，刚才这种游戏呢，其实有很多练的机会。不知道平时四位会不会经常去 K 歌，就是卡拉 OK 里唱歌？如果说你经常 K 歌，而且如果你是一个 K 歌之王的话，刚才这个环节你就一定会赢。所以任静付笛声，你们这两个没问题吧？谈不上王，但是呢，可能我们比长江兄机会稍多，但是潘阳肯定没少唱，因为没有，你看他我真的很少去 KTV， 真的啊，那你唱那么好，那在家练，所以词儿都记不住，词儿都记不住。我不骗你，我到北京闯荡有25年了，差不多。KTV 我从来没进去，我都不知道 KTV 长啥样，真的。就哪天带你去，所以说你那个环节特别难为我。你找点我会的是吧？对，找点。那你那个下面您就会了。你没去过歌厅，你那过河怎么唱那么好听？啊，那是晚会需要。好，任静付笛声，大家肯定都特别关心，在舞台上他们唱的歌我们都听过了，那他们在 KTV 里，在卡拉 OK 里唱的会是什么样的歌？就是跟朋友消遣的时候会唱，最爱唱的是哪首？偶尔点击率比较高的，偶尔唱一唱那个《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对，这个唱的还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那这样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把这里当成是 KTV 卡拉 OK， 现场邀请任静付笛声给我们带来这首自己点击率最好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好不好？好吗？来，舞台留给你们。
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让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谢谢，谢谢。间奏好像有点长，出汗了。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这一份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让我用心中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谢谢，谢谢。我觉得，什么感觉？我觉得啊，笛声和人静，我觉得唱这首歌啊，我觉得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因为这首歌想当年是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但是我一句都不会唱，他俩那种感觉真的把我带入了那个年代，饱含深情，对，尤其是真正的夫妻。不会是专业的，就是首先他们的声音很专业，其次因为他们之间真的是夫妻情深，所以才能够唱出感情来。感谢长江终于给我肯定。你们俩，你们怎么回事？你们现在刚才的硝烟一下烟消云散了哈。你放心，不管你在中间怎么挑，我们哥俩这种关系是铁打不破的。我还真就挑了，接下来该您了，您准备唱什么？这样吧，因为我是二炮文工团的一名
演员啊哈，潘阳呢也是二炮文工团的一名歌手。嗯，我们俩不单单是父女关系，嗯，还有女儿跟父亲的关系。主要我们俩什么意思？你这不仅是父女关系，还有女儿跟父亲的关系。对，还有父亲跟女儿的关系。不是，我说那意思没说清楚。嗯啊，其实我们俩是战友的关系。啊，战友关系。对，战友关系，一个团的嘛，对不对？他是歌队，我是曲队，对。父女。所以说这样吧，我把我们俩的一首歌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什么歌？原创歌曲。嗯。妇女兵。对。妇女兵，掌声欢迎。一首非常好听的《妇女兵》送给所有的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就在那一年的那一天，那一个黄昏，我穿上军装来到军营。多年后我知道了，世上最亲的男人就是我当兵的父亲。就在那一年的那一天，那一个早晨，我追随父亲来到军营。第一天我读懂了女儿纯真的眼神，就是我坚强的身影。我是父亲，我是兵，我是女儿，我是妇女情，战友情，从军包裹一样的心，一起灿烂理想和生命。好听吗？喜欢吗？就在那一年的那一天，那一个黄昏，我穿上军装来到军营。多年后我知道了，世上最亲的男人就是我当兵的父亲。就在那一年的那一天，那一个早晨，我追随父亲来到军营。一夜间我读懂了女儿纯真的眼神，就是我坚强的身影。我是父亲，我是兵，我是女儿，我是兵，妇女情，战友情，从军包裹一样的心。我是父亲，我是兵，我是女儿，我是兵，手足情，热血挥洒火热军营，一起骄傲岁月和军魂。我是父亲，我是兵，我是女儿，我是兵，手足情，战友情，热血挥洒火热军营，一起骄傲岁月和军魂。谢谢。
为我们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哎，当然了，我觉得在笛声和任静面前，专业的歌手面前，对，真的没有没有惭愧惭愧。我跟你说，这个妇女的感情唱的真是到位。对，而且我对其中有一个歌词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世上最亲的男人就是我当兵的父亲。对，这首歌词应该就是你内心的一个阐释，是不是？他这首歌词自己都特别感动。对，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是潘阳到二炮当兵之后嘛。我觉得是就有这么一个感想，想排一个，想演唱一首妇女兵，就找了那个樊孝斌，樊孝斌和那个胡旭东，非常有名气的两位，一个词作家，一个作曲家，给我们爷俩写了这首歌。但是我想提醒潘老师一点是，刚才我说的那句歌词哈，我跟您说，可能有那么一天会有一个男人挑战您这个地位。您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吗？不会吧？还有会啊，还有那么胆肥的男人。我问问潘阳，刚才他说了，世上最亲的男人就是我当兵的父亲，但也许某一天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点灯之哪？这是最亲的小妮，你是不是有点意思？没准哪天就有一个最爱的男人。我觉得大家都挺有意思的，是吧？潘老师，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啊，我说的这首歌唱的是。我最亲的男人，这个父亲啊，那哪一天 呢？就是最爱的男人，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吗？哎呦，那我不知道潘长江老师对将来这个男人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或者是标准呢？没啥要求，是男的就行。您这要求也太低了。很低。那现场有报名的吗？人都带着媳妇儿来的，你瞎起个哄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另外一个游戏环节哈。好歌接不停，我们现在呢不让机器考验，不让我们的音频老师来考验你们了，我们让现场的观众来给你们出题，好不好？现场的观众给你们出题。好啊。首先我们让潘长江的歌迷给任静付笛声出难题，行吗？我们先选择一位潘长江的歌迷吧。这样好了，我出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就可以上场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好吗？这道题目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没事，你出，您看了也没用。刚才我们听到潘长江老师和潘阳唱的一首歌叫《妇女兵》，很好听。这道题就跟这首歌有点关系。这道题目是：古代替父从军的木兰是家中的独生女吗？来，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请举起手。让我看到你是不是独生女。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找个女孩来回答，就那位穿紫色衣服的女孩来。首先问问你，你是家里的独生女吗？我是家里的独生女。那你觉得木兰是独生女吧？木兰不是家里的独生女。好的，她说木兰不是独生女。如果你记得木兰词，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啊，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像猪羊。说明她不是独生女。来，恭喜你回答正确，来，请到舞台上来，谢谢。你好，先跟潘老师握握手。你好，你们先交流交流，因为接下来你要给他们出难题，这样才对他们有利，好不好？好吗？好。现在请我们的这位歌迷站在我们的谱架边。请任静付笛声站在他的对面，而潘长江老师跟潘阳呢站在和你们的歌迷站在一起，给他鼓励。规则是这样的，我们的歌迷要唱出一首歌的前几句，你们要接，我们要统计在游戏环节结束之前看谁哪方接的歌接对的歌比较多。几句他歌迷唱几句他接几句，随意，歌迷可以提高难度，好吗？你可以提高难度，你可以停在你认为他们接不到的地方。对，你挑好吗？整整拿，可以使坏。行，好嘞。如果你不会怎么使坏的话，潘老师给你支支招。没有，比谁都坏。对我兄弟和我弟妹不能使坏。来，好的，来，我们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听是什么？会吗？这对歌迷也是考验的。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错哦，不再是决堤的海。为什
什么总在那些飘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停了吗？停了。我的心是六月的晴，对吗？雨下着细雨，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我真以为他们接不上来呢，哇，太厉害了。接下来提高一点难度，提高难度了，好不好？好，我觉得这首，哎，我觉得这位歌迷也相当的厉害。你看潘长江老师的歌迷专业不专业？专业，唱的还不错哈。我们来听他的下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停了。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一个纯洁的心灵。当当当滴答，如果你靠近，甜蜜的梦容易醒。哦，好，这还能算吗？词儿都唱不出来了。但是这调，歌迷提出了质疑。既然这一环节的考官是我们的歌迷，你来决定这首歌算不算过。我觉得应该算过，应该算，算吗？应该算。好的，下一首可以再严格一点啊。谢谢，这首歌放过他们。好，来听第三首。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这就是爱，那里能关键的争斗，这就是爱。我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他们俩忘词的时候就对视。哎，不是，你知道吗？还好人家吧个头比较矮，他忘词是吧特别含情脉脉的，一直就明白。他这一句这就是，他一忘词是吧。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看他们在舞台上唱歌老那么含情脉脉的看对方，原来是这个原因的。对，他老忘词儿，老忘词儿啊。好，来你看，歌迷，这位刚才这首歌怎么样？算吧。哎呦，你太仁慈了。因为那个傅笛声老师不是说已经把前面的词儿唱出来了？对对对对，虽然这个词儿唱的不完整，但是声音好听啊，他弥补，是不是声音好听？你快点。我们歌迷多善良啊！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不是，我想核实一下你的身份，其实你是他们俩的歌迷吧？我两边都挺喜欢的，其实。双面间谍啊！好，这位歌迷表现的非常出色，我们得表示表示。谢谢，来，有请。而且嗓子特别有磁力，知道吗？是是是，有点沙哑派的。来，这个到中间来吧。来，潘长江老师亲手把这份我们开心字典节目组为歌迷准备的礼物送到他的手中。好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奥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要看你们俩的了。我们俩我是肯定是不行了，就看潘阳的了。您气势上不能输啊。对，我肯起哄没问题。对，但是刚才因为那个对方那个词儿没唱出来也算对，所以我们只要是把调哼出来也行，是吧？那要看对方的歌迷对你们仁慈不仁慈了。好，好，我们现在要选择一位人尽傅笛声的歌迷，好不好？来，同样用一道题目来先考验你一下，如果说你回答正确的话，你就可以上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了。这道题目是这样的，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马上举起你的双手。和500年前相比，现在的每一天是变长了还是变短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现在跟500年前相比是变长了还是变短了？知道答案的吗？哟，嗓门最高的那个就是你了。变长了。
变长了，变短了？长了。确定吗？确定，而且是蒙的。蒙的。蒙的。蒙的算吗？行吧，来回答正确，掌声送给这位歌迷。谢谢。来，有请。你好。你好。好。哎，你好。先抱一下。哎。那个。这是我的。哎。这位观众，咱请的是人境付笛声的歌迷、啊、对，然后我要来到这边，我还是这边的。你今天很开心啊，好活泼的歌迷，对，非常激动。有什么好事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这四位明星和电视上的是在现场看到和电视上是一样的，就感觉很激动，有跟电视上长得一样，激动死了。开心的我都不知道该说点啥了。好了，接下来呢？你要考潘长江和潘阳了，来，请站在谱架前。好的。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呀，为什么旁边没有你们俩玩的挺开心，还行，还行，还行。第一句是啥？再给我唱一遍，没听清。我们刚才是用俄语唱。对。我们今天没请翻译，请用中文演唱。不是中文嘛？没有用那个俄语唱好。那您用俄语再唱一遍，我们听听。高里了，哎呀，反正都怪我当年没好好学外语，所以呀、啊，对面的这位，sorry 不能过，因为词都没有唱出来。哎，的确是这样，确实是。白抱你了，真是的。我觉得这个付笛声的歌迷吧，心比较黑，你知道吗？啊，都不像我们的歌迷是特别善良。是因为穿了黑色的衣服吗？我觉得他是我们调肯定没对，调肯定没错。这样，我觉得哈、啊，最后这个咱们老潘啊，还唱出来那么五个字儿。就是，而且他们配合的特别好。还不到来哟，那对这个是这句还唱出来了，所以应该给点分，咱也给半分，让我喜欢你们呢。好，这个关可以，0.5分可以过，这个可以过。我们尊重考官，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好，没有原则的考官，说变就变了。可以。好的，我们来听第二首。你是幸福的、哦、我就是快乐的，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你是同路的，我就是快乐的，你跟那的巴拉卡热烈抱敢问，现在唱的这是什么语呢？俄语。法语。法语。这是用法语唱。现场有没有会法语的？还真没有吧。有没有？既然没有，这首歌能算过吗？既然我们现场没有请法语翻译来，那那位姐姐。不是那个低声，你懂不懂法语吧？这我德语还行。那个我跟你说、啊、任静，你法语怎么样？我觉得挺正的，挺像法语的。挺像法语的，那就过了。我觉得这个歌我太生气了，这个、歌我真不开心。是，我和长江啊都这么多年邻居了，你哪怕唱对一个字儿，你看我写这歌写的这都写十几年了。不是我就会第一句，让他给唱了。是吗？你是幸福的，我是。那我们让潘长江老师把。幸福的。哇哦！我是快乐的。还真好。对。为你幸福的，
再多我也值得。啊，就是我就会第一句。行，很美的一首。刚才唱了，哪怕您这一句翻来覆去唱20遍都算您过呀。那你刚才唱了后五个字，傅笛生说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对，怎么样？半分，跟前面加的半分，一分。二合一。啊，你觉得呢？这样，刚才呢，两个半分算一起算一分，接下来这首歌如果再唱不上来的话，前面这一分咱也给去了，行吗？哇塞，你够狠的，倒扣。哎，来吧，听。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哥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荡悠悠，哦，荡悠悠。你一步一口说，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谢法语出来之前给他停住，咱不露怯了。不是，我怎么感觉我们三个成一家人了，还真是我成他们队的了是吧？从一上台你就开始说女婿女婿的，你看他今天弟弟、啊、这事咱不明说哈。好了，掌声送给潘长江和潘阳，谢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歌迷，我们的歌迷也非常的辛苦啊，来，今天特别开心，我们让你更加的开心一下，送上我们开心词典开心歌迷会为你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好吗？谢谢。不是给您的，您给他办。是我先给他办。哎呦、这个刚才怪不得让我们签个名字呢。一个专辑送给你，非常荣幸，谢谢你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奥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掌声送给人静福笛生，再次获胜。来，为你准备了一点小小的心意，这样吧，这个由我来送吧，这个由我来送，这个应该我来送，我送给潘阳好吗？啊，不，这个一定还给弟妹，真的不行不行、啊，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要给潘阳，因为他刚才啊、唱的确实是好，真是我跟任静都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嗯、就冲这个，虽然回去再多加这个训练、把俄罗斯语跟法语都不是是这样，就是咱能给别的女孩随便送花，嫂子答应了吗？我是晚辈，同意了啊。对，这是我侄女。好的，再次掌声送给潘阳，谢谢，表现非常出色。好的，今天的开心歌迷会的歌迷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在这里特别感谢你们，同时我们要非常感谢奥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觉得潘阳是不是对潘长江老师平时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很年轻，他很时尚，咱们平常唱的歌可能很难会接触到一些流行的元素，他会在家里唱一些时尚的流行歌曲吗？他在家不唱，不唱，他都唱他自己的歌啊。比如说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啊，在家左一遍右一遍的练啊。比如说我们电视剧的主题歌，他在家左一遍右一遍的练啊。至于其他那些歌啊，他都会，有的时候吧比较时髦的，嗯，就是现在的，嗯，他都会哼哼，嗯，但词儿不是很准确。我还没我爸时髦呢。对，我爸净挑最时髦的歌唱。真的？对啊。你来一句时髦的歌，您给我们说几句。你比如说你比如说那个最近挺火的啊，啥呀、那个、啥呀，忐忑行吗？忐忑啊，您别让我们太忐忑了啊。我不会这个。其实潘老师挺时髦的，我知道有一首歌他会，而且唱的还挺好，而且还给他变了味儿了。啊，哪个歌？那个哼哼哈嘿。那边说了什么歌？双截棍，对不对？双截棍，周杰伦的双截棍，潘长江老师也会，但是他专门搞了一个潘长江版本，对，东北话唱。
尖锐弥漫，隔壁是武术馆，店里的妈妈商茶道如闪乱，叫拳拳武术老板练铁砂掌，甩杨家枪，硬底的功夫最擅长，会金钟罩的出山。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油中带钢枪，王进河南生在辽赵连的武当，敢敢不惜吐纳新地带，敢敢欺天当年省金开，敢敢一心千里西沙袋，飞檐整兵莫奇怪，去去就来，嘿，一个马步向前，一句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眼有危险，一再提点一根我不抽的烟，一万好多年而他一直在身边，敢敢我打开印度二脉，敢敢东亚病夫的招牌，敢敢你被我一脚踢开，哼，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习武之人天地言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与国我有轻功飞檐走壁，没人整进不去一身正气，哈，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油中带钢枪，去河南生在辽赵连的武当，敢敢我打开印度二脉，敢敢东亚病夫的招牌，敢敢你被我一脚踢开，哼，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习武之人天地言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与国我有轻功飞檐走壁，没人整进不去一身正气，哈，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油中带钢，想要去河南生在辽赵连的武当，习武之人天地言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你与国我有轻功飞檐走壁，没人整进不去一身正气，快使用双截棍，哼，快使用双截棍，哼，我用手当防御，哼，漂亮的回旋体，你要我我干啥，你死了我得告诉你，我得练武你，那咋地吧，说了半天怪累的，赶紧麻溜歇着去，走了。哇哦，潘老师，我能拥抱你一下吗？太帅了，再次掌声送给潘长江老师。哇哦，这歌应该给15分。大家觉得怎么样，看得过瘾吗？这歌好累呀、啊，累啊，气喘吁吁的哈。潘阳是不是特别为爸爸感到骄傲？是啊，我们在底下都乐得不行了。因为不是每一个爸爸都能够这样的。对，然后感觉他特别年轻，就是那个无论从肢体语言呐、啊，就是那种台风的感觉。没关系，不要那么夸你爸。对于一个有才人来说，这不算什么。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细节，我们都观察到了，就是他那个手非常嘻哈。哎，这个是很嘻哈的动作，又对，又又又又又又，你这跟哪儿学的呀？我想打听一下。打的啊，别嘚瑟了。我这跟哪儿学的？我觉得就是玩黑炮那帮人吧，可能是以前是打乒乓球的，左一下右一下。行，好的啊，艺术无处不在。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哈，我就说到了人尽复笛声啊，他们也有一个秘密武器，刚才这是双截棍，你们的秘密武器总该亮出来了吧？是啊，是啊，这个我们觉得我们在台上不行的时候就把它叫上来，现在觉得不行了。现在这个长江这歌就唱得太好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啊！现在我必须后来后浪上来把我拍在沙滩上，对，把我儿子叫上来了，哇！来，有请人尽复笛声的宝贝儿子，这么大了，太帅了，哇哇，好帅耶！先跟哎，见着大大不握手，你说是啊？弟弟好，太熟了，太熟了啊！这就是人尽复笛声的儿子，大家好，再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富豪。什么？富豪？你这什么情况？
你们从小就对他寄予了厚望是吗？对啊，这个豪爽，主要还是豪爽。当然成为富豪我也不反对。长江刚才怎么跟他说的？我说你要这辈子成不了富豪，那算你小子没的命。不是，那对不起这个名字，对，对不起这个名字，对不起这个名字，你必须得对得起父母对你殷切的希望哈。当然，这个富豪啊，它里面包括对他这种男子气概的一种培养，是不是？那你是爸妈的秘密武器，对，为他们解燃眉之急，对。现在他们觉得自己视力稍微有一点弱了，你打算怎么帮他们？这样吧，唱一首歌吧。唱首歌。我自己写的。歌名叫做《心情》。来，有请。谢谢富豪，谢谢。哎呀，唱得太棒了。哇，
太棒了，太棒了！大爷抱抱来。这样这样，我觉得如果大家长得唱孩子唱的比他老爸好的，请鼓掌来。老爸唱不过孩子，谁也别鼓掌。但是我跟您说，即便您这么说，付笛声肯定也特别特别的骄傲。刚才看了富豪的精彩表现，咱这边。这边那我就因为我觉得孩子那个富豪上来之后，我觉得他那歌唱的我觉得太霸道了，外援啊，对对，这外援太厉害了，所以说我一定要请出一个好的外援来，也有个外援，对，而且因为他这个通俗流行歌唱的这么棒，我们一定要请一个就是有点反差的，对，在这个风格上啊唱法上都不能一样。看来这位神秘人物来头不小啊，对，我们这个是原生态的一个歌，对，原生态，对，原生态，你们的外援是谁呢？洋洋他妈，我老婆杨云，呀，好美呀！怎么样？女儿长得好看，终于找着原因了，是不是？大姐长得好看吗？好看。大姐好看，大哥好看。大姐。哎，我说你们怎么跟？您啥也不说了，太伤心了。您回来，您夸下海口了啊！外援来了。你们就一定得比过他们，准备给我们带来。不一定，我现在心里也忐忑。您忐忑，我害怕。那您就唱首忐忑。不，忐忑我不会唱。那您会唱啥？现在心里害怕，因为忐忑不会唱。不会唱，因为那个，因为他这个孩子年轻，唱完之后吧，这声音也好，唱的好，而且还有味儿，我就感觉哎，这孩子唱太好了。啥味儿？没问。通俗那个歌曲的味儿特别浓。哦。也是小弯拐的哈。咱们不跟他比通俗，咱比原生态。刚潘老师说了。原生态，我这个吧，原生态太原生态了，有点。那您下去吧。说半天您到底唱不唱？我唱不唱？肯定要唱。我唱那个，我唱一个民歌吧，就是老歌，因为新歌不会嘛。好嘞，好吧，唱一个叫《渔家姑娘在海边》。什么没听见？几首？五首。那个观众强烈要求您再来五首。对，您行吗？哎，您再清唱一段。我没唱好这个。再给你清唱一个吧，挺好的。我就来两句啊，看能唱好。来吧。边疆的泉水。发现了一件事情，只要潘大哥往这一站，哎呦，大姐马上嗓子就开了，唱的就更好了，大家觉得吗？说实话，在今天的开心歌迷会呢，我收获了很多的感动，感受到了这个夫妻之间、父女之间、父子之间、家庭所有的成员之间那种浓浓的亲情，也感受了音乐的魅力，两家人关系都特别好。我有个提议，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两家人合作给我们唱几首歌。我吓死我以为摔跤的呢。咱不为难您，行吗？好，我们唱几首大家喜欢的歌曲。 好吗？好，来，我们一起音乐响起，听听那熟悉的声音。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那洋洋的灯光在等待，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我喜欢一家人紧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分享，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我喜欢生气时就想起你们永远笑容多么伟大，我喜欢旅行时把你好美好记忆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永远才能相聚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今天听到了那么多动人的歌曲，我觉得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个共同的字，那就是爱。现在电视机前的您不妨拉起身边爱人的手，拉起亲人的手，一起唱起熟悉和动人的旋律，构建一个美好而温暖的家。开心歌迷会，我是尼格买提，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喜欢一回家就把乱糟糟的心情都忘掉，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暖暖的世界。